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673页，673页，从第二行看起，啊，水如人意，啊。这是介绍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啊，水能随人的意思，让在池中沐浴的人借随人意啊，我们看经文，若彼众生，这是指极乐世界的人，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业，于之行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进入悟性。啊，这个水之德，我们无法想象。下面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显水具妙用，善如人意也。啊，右面这两行半的经文，显示保持得水的妙用。啊，善如人意，我们想什么他都能够配合。说过于此水，过是通过，欲是沐浴，啊，会书曰，这是日本净宗大德啊注解里面说，彼土人天非水谷深，
啊，这个身体不需要水，也不需要粮食，这个无辜，我们这个地方的身体要靠水，啊，渴了要饮水，饿了的时候有五谷杂粮充饥，啊，极乐世界不需要。啊，所以我们再往下看，清净成就，不需习着。啊，他是法性身，法性身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能大师开悟，见到法性身，啊，告诉我们自信清净，自信所现的身也清净，从来没有染污，所以他不需要沐浴，不需要洗澡，啊，也不需要洗衣服，啊，衣服也干净，一尘不染。啊，说不需洗足。何须水也？没有这个必要啊！啊，再看下面，为师随意受乐，当初心垢，这个高了，意味深长了，啊，是啊。极乐世界的居民随意享受，啊，这么一回事情，啊，作用呢，能荡出心垢。心垢是什么？无明习气，啊，常常在这个环境里面居住，渐渐地把无始无明的习气不知不觉地淡化了，淘汰了，让这个居民真的圆满的发生，妙觉果位。这个时候，十报图不见了，长吉光图显现了。那修行的人，圆满的融入常寂光，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法身。啊，达到修学究竟圆满的成就。啊，往上去没有再高的了。啊，确实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下面这是念老的话，啊，意思是说，彼土天人，莲花化身呐，非以饮水是故以为生命，跟我们这边人不一样，我们这个身是父母胎生。必须要水，要五谷杂粮才能维持我们的
生命，极乐世界不需要啊，本来清净啊，何须洗浴啊？他们在宝池里头沐浴，是享受玩乐，不需要洗啊，干净得很啊！啊，该随意乐而语啊，所以它是一种游戏啊，为处心垢而，那就是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消除。心垢啊，也就是无时无明的时期啊，十报土的菩萨了，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也破了，剩下来的无明时期啊，他是为除心垢啊，除无明习气。所以心垢消除，自然神开体释啊，故下文有开神悦体，有这一句啊，幕后有这么一句啊，静如无形。注解下一段，此功德水的妙用实不可思议。我们无法想象啊，它所起的作用是其水位上下，水温高低，水流缓急，那这是我们看到水的现象，夜夜随众生意。我们这边水不能随众生意啊，不听话了。极乐世界心里怎么想，它就产生变化。这水热一点，它就热一点；凉一点，它就凉一点；高一点，它就高一点；低一点，它就低一点。随心所应，啊，能随众生意。若人出于此水之足，啊，你在水里面走，想着水很浅，直到我的脚面。或者是到腰部，或者是到颈部，或者是灌身就是从上往下灌。啊，我们今天讲的淋浴，啊，这同一池水，随人意念而身将自在，甚至水升到虚空而作灵观，人间之水也，其心向下。我们人间的水是往下流的，那么极乐世界的水上下无碍，你要往下流它就往下，你心里想的往上面流它就上面去了啊，上下无碍，更有境界啊，更进一步。同一个池水，很多人在里面沐浴，在里面游泳啊，人之所欲各有不同
有人喜欢水深一点，水就深一点；有人喜欢水浅一点，它就浅一点。或高或低，或暖或凉，或缓或急。啊，水流动流得慢一点，它就慢；流得快一点，它就快。是二次水。能夜夜知众生意，通的；复能夜夜随众生意，这就难了。知众生意不容易啊！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啊。啊，现在最近这些年来，日本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告诉我们，我们起心动念，谁知道啊，在显微镜底下看水洁净，我们的善念洁净非常之美，我们的恶念呢，洁净很难看啊，做了几十万次的实验，一点不假了。美国修兰博士告诉我们，不但水知道，他到过我的摄影棚，他说我们摄影棚桌椅板凳知道，天花板知道，地板知道，这墙壁都知道，外面花草树木知道，山河大地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啊！不知道就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会起什么念头？不敢起恶念了。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啊，除自己不知道之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啊，树木花草统统知道。所以起心动念什么念头最好？阿弥陀佛的念头最好，念念都是阿弥陀佛，这个人必定生净土，必定成佛，这可以做证明。啊，我们不再有其他念头了。啊，善念感的就三善道，恶念所感的是三恶道。我念佛所感的是极乐世界，丝毫不爽啊！啊，这个地方谁能够如其所愿，同时同处，普应现之？啊，极乐世界的水，当是此水。是何等之水，如是境界是何等境界，这几句话念老说的。下面有《法华经》上一句话说，直指不虚说，我法妙难思啊，这两句话佛说的。
啊，不许说，为什么呢？开口便错，动念就拐，开不得口，不能动念头，动念头就错了，就迷了，不动念头觉了，就觉悟了。啊，说此正是难思妙法。啊，无法想象的妙法，在极乐世界呈现在大众的面前。下面说，自于不须说中，勉强说之。这段文好，黄念祖老居士的境界，弥陀因地，住真实慧，庄严净土，开化闲事，真实之极。这是念老啊，把他的体会在这个地方呢给大家分享啊，我们能不能体会到这个境界啊，想到阿弥陀佛的因地，我们今天是因地，弥陀因地，法藏比丘，他住真实慧，我们不如他了。我们住的是烦恼习气，起心动念是烦恼，法藏比丘是住真实慧，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法藏比丘用真心。那我们呢？我们用妄心，我们用的心是八十五十一心所用的这个心呢、啊？这个心是六道轮回众生用的，我们今天堕落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要学阿弥陀佛。要学法藏比丘啊，真实慧是真实慧是没有念头，就是世尊在法会会上说的直指，用了两个指啊，一个指是言说，一个执是念头，念头执着啊，言说执着，这就是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心行出灭是我们念头执着了，不起心不动念啊，口里头言语执着了，身的行为止住了，这什么境界？自性本定的境界。啊，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那这是什么境界？自信先前，
真心现前，不是妄心啊！啊，真心现前，这些境界相完全明白了。信德圆满的流露，他有没有通过起心动念？没有。为什么？他没有起心，他没有动念啊，自自然然感应的，众生有感，信德他就有应，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法身菩萨的境界，那开化显示真实之际，那么真实之际勉强说之，无法说啊，勉强说就是实际离体，当人自信，这个自信就是自信啊，是我们自己的自信啊，也就是往生论上所讲的一法具，一法具就是自己的自信，一清净具，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的啊，这是法身的境界啊，此水即是真实之际，故能普门示现，满广满众愿啊，光是广大，再多的人啊，再多的众生，你起什么心动什么念，他通通有应。啊，说故能普门示现，满众生愿，夜夜会以真实之理。啊，你所想得到的，通通满足你的愿望。啊，下面说，谁言妙法，迷行此矣啊。这个意思，在这一篇经文里头都显示出来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讲开神，开神乐体啊，神者明也，有有情之心识，灵妙不可思议，故曰神识啊，俗称之为灵魂。佛教用神识，神识意思比灵魂好，啊，就是我们讲的心，神识是妄心，妄心从哪里来的？从真心变现出来的。啊，觉悟了就是真心，就是自信，我们叫见性了。迷的时候就叫神识，
啊，俗称为灵魂。又如照主深照大师《维摩经序文》里头所说的：“夫道之极者，岂可以行言全之，而于其神于哉？”这个三句话是深照大师讲的啊，下面念老给我们做注解：是则以真正之不可思议境界为之圣语。这个境界在哪里？在十宝庄严土，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不可思议，为什么？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极乐世界的方便有余土，跟我们这不一样。啊，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跟释迦牟尼佛十宝土没有两样。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土叫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说得很详细。啊，跟极乐世界宝土没有两样。啊，但是同居土、方便土差别太大了。啊，在极乐世界，同居土、方便土跟十宝土没有两样，是平等的，是互通。没有障碍的啊，我们这有障碍啊，我们看不到方便土，更看不到十宝土啊。啊，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四土通的啊，通通没有障碍，一界十四，四界十一，不可思议。啊，所以说以真正是用真性，真性所证得的不可思议境界啊，深照大师用神谕来形容它。又自在彻见离世之智慧，曰神智，故知开神，乃能使愚者开显实现中本有的神智啊！开神悦体，这水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这个地方的水，深山里头非常清净，泉水甘美，能治百病。这个我们地球上有，
啊，能开显现实本有的神智，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谁做不到？啊，纵然是深山里面的泉水，能治百病，它不能尽如人意。我们没有办法，我想它热一点，它热不起来。啊，想它高一点，它也高不起来，升不起来。不能随我们的心意，极乐世界能啊。啊，所以性是本有的智慧，称为神智。啊，什么时候我们自信的智慧可以现前，障碍放下，它就现前了。人人都有啊，不但人有啊，一切众生统统有啊，畜生也有啊。啊，佛说的什么障碍？无是无明，尘沙烦恼，见思烦恼，这三种障碍啊，所以透不出来了。啊，我们的起心动念，完全是八摄五识心所在起作用。啊，自信在不在呢？在，就是真心。真心跟妄心融成一体。但是真心不妨碍妄心，妄心也不妨碍真心。只是凡夫看不出来。凡夫执着烦恼是真的。要晓得烦恼是假的，不把烦恼放在心上，这个心就灵了，心就明了，智慧就往外流露了。啊，阿罗汉三种烦恼断了一种。啊，阿罗汉不执着了，所以阿罗汉有小智慧。我们六道凡夫比不上他，人比不上他，天也比不上他，色界天也比不上他。啊，他自信的时候流出一分真实智慧。如果再能够把尘沙烦恼断掉，尘沙是分别，与一切法不分别了。为什么不分别？知道一切法就是一个自信，自信现的嘛，它没有本体。他的体是自信啊，自信在不起作用的时候，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念头的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一片光明，叫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生不灭，能现一切法。有缘它就现象啊，现在什么像？现在全宇宙
变法界、虚空界都是他现的。啊，只要我们一念不绝，这相就现前，就现象，然后再随着个人迷悟的前身，境界不同啊。化身菩萨还有41个不同的地位啊，我们说呢等级吧，41个等级。啊，十法界、六道，用极乐华教、极乐世界的话来说，有39品。39品的意思是不是平等的，有高有低呀。等级怎么来的？烦恼习气多少显示出来，烦恼习气多，地位就低，就往下面去了；烦恼习气少，它就往上升的。啊，天有28层，人到下面是畜生，人的种类也很多啊。我们地球人，这是我们能见到的，其他星球人我们叫外太空，我们没见到啊。啊，但是有人说外太空的人确实我们这个地球上有，啊，有少数的外太空人我们看到了，还有一部分我们没看到。品类不相同啊，宇宙太大了。佛告诉我们，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每一个诸佛刹土里面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有十法界，有六道轮回啊，这里头众生的数量无量无边的。人有缘他就到一起来了，没有缘见面也不打招呼也不认识啊，没有缘的多，有缘的少。啊，无论有没有缘，跟我们有关系，有什么关系？一体。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是我们自己的自信，万法是全宇宙，包括十方诸佛如来，跟我们一起，一个自信呢，一个真心呢，所以我们用真心很容易通感应，用妄心就很难通。妄心通六道，真心通法界，所以人在这个世间一世用真心好啊。
用真心不懂佛法，他也不懂三恶道。啊，欲界天、色界天肯定能去。啊，所以要用真心，真心是不自欺，不欺人。啊，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任何众生，这就是真诚。下文说，又自在彻见四理之智慧，这叫神智。啊，自在，没有丝毫勉强，自自然然就见到整个宇宙，思是现象，理是它的道理。你能够彻底明了这种智慧，这叫神智。故知开神，这个水能使愚者开显实性啊，现实中本有的神智。这个神智就是自信本有的智慧。啊，称为神智。啊，又谁居八德？调和十意也，故曰体。啊，想谁什么也什么样子，他就给你现什么样子。啊，故曰体，净清澄无垢。无心者表至清也，清净到基础。啊，好像完全都是透明的。啊，静若无形，这是水之相也。所以它能够随心变化。啊，开神悦体，这水的作用，开智慧。啊，身体舒适。啊，这水之用、相、用都没有。是因水之本体妙也。本体是自性的，本体其用是性德。啊，性德的作用无量无边，所以能这个展现出来，就是变法界虚空界啊，体妙啊，自信妙啊。那学佛就是叫我们回归自信啊，这叫真果。我们再看池底下有沙，宝沙，无量珍宝啊，铺在池底，宝沙映彻，无声不照啊。念老告诉我，水之心清净到基础，能使池底宝沙清澈映现啊，从上面看到底下，看到池底，故曰宝沙映彻啊。却照到底，
所以说无身不着。啊，这个谁的前身也是随人意的，要生就生，要钱就钱。啊，这是说持地报杀，没有漏掉啊。啊，下面第七段，谁言法音？谁能说法？当然，这是阿弥陀佛本愿为身所成就的。他怎么说法？我们看经文，微览徐回，转向观注，这就说法了。为什么它有波？波扬无量微妙音声。啊，只要有波，它就会有声音。这个声音你细心去听，它在说法。后闻佛法声声，三宝啊，波罗蜜声。啊，比波罗蜜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到彼岸，啊，我们这边是生死之岸，佛菩萨那边是涅槃之岸，波罗蜜是从此岸到达彼岸，修行正果的意思。啊，知悉即见身，无生无灭身，设立无为身，何闻无心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为身。这几句把大乘佛法、小乘佛法、显教密教通通包括进那，不仅是释迦牟尼佛49年给我们说的一切法，还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之法，统统都包含在里头。啊，这意思太丰富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微澜，微风吹的水面，这个波浪很小。啊，水深细纹叫波，大波叫澜，啊，这生的细波，这个地方叫微澜，是指细波。虚回，虚是慢慢的、缓慢，回是回流，啊，就是水纹，啊。水往复，啊，在水里头流动的轨迹叫回流啊。水波徐缓往复，互相激荡，这就出声音了。水辗转声波，不云转向观注。那么水波向起，发微妙悦耳之声。水流得很细，
深夜夜袭啊，水流得很急，深夜也响亮啊。那么水流得快慢，随着我们念头，我们希望它快一点，它就快一点；希望它慢一点，它就慢一点；希望小声一点就小声，希望大声就大声，随心所欲。啊，所以其身这种类无量，微妙也无量，故曰波扬无量微妙隐身。所言无量微妙者，亦能广说无量妙法，能令一切众生开悟啊。啊，听流水的音声，也在听佛法，听佛说法。在极乐世界，学习不中断了，成就快。啊，得阿弥陀佛加持之外，同时也得到十方一切诸佛的加持，极乐世界诸大菩萨的加持，所以成就快啊。下面给我们解释，佛法生身，佛法生是三宝。小本《阿弥陀经》上说，闻是因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啊，这一句通大小乘。啊，让我们念念不忘三宝。念佛、念法、念僧呢？下面波罗蜜，这是印度话，翻译成中国话叫道彼岸，或叫度无极。简单的称之为度，或者是四究竟。啊，四究竟圆满就是道彼岸的意思。啊，道彼岸也是可以说咱们中国人常讲功夫道家。有功夫道家的味道。啊，这一桩事情你做得好。做得太好了。印度话叫波罗蜜，以菩萨之大行，能究竟一切自行与化他之事，故名四究竟。啊，道彼岸意思是我们这桩事情做圆满了。就这个意思。能究竟一切自行化他之事。啊，一切是众度，或者是自己修行，或者是教化众生。这个事情做圆满了，这事究竟啊，就称为波罗蜜。啊，成此大行，能有生死之慈岸，
到涅槃之彼岸，故名道彼岸。啊，四究竟偏重在利他，道彼岸偏重在自己，啊，自己修行。我们今天念佛求生净土，真正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道彼岸了，啊，就是波罗蜜了。那么因此大行，能度诸法者广远，叫度无极，就是能度一切众生。啊，四弘誓愿里头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个事情真正能做到圆满，就是此地波罗蜜的意思。啊，所以波罗蜜有很多意思。啊，看用在什么地方。自度，教化众生。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通通都可以说是波罗蜜。底下给我们解释止息，啊，止者停止之意，住止于地里不动也。息呢，休息。啊，止很重要。啊，张家大师早年教我，学佛就是两个字，看破放下。看破放下，没有止境。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不能够改变。啊，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了帮助你看破。啊，看破是明白了，离世都明白了。放下呢，不要放在心上，这叫放下。啊，不是事情不做了，事情要照做。啊，事情照做，与你的清净心没有妨碍。你不放在心上，做而无作，无作而作，这两句话《大乘经》上讲的。我们常常听说啊，什么叫做而无作，无作而作啊，天天在做，没有放在心上就是无作。正做的时候也没有放在心上，做完之后也没有放在心上，无作而作。无作是说心，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做呢，是帮助一切众生，啊，讲经教学也是做，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错了。为什么？心上什么也没有，就对了，心干干净净的，清净平等觉是心，啊，佛用这五个字来形容，心什么样的？清净，一尘不染，平等，没有丝毫念头，也可以说平等就是不起心不动念，那就平等，起心动念不平等了。啊，觉，心确确是智慧，心里头无量无边的智慧，
只要你的心清净平等，智慧就流出来了。别人问什么，自然答复了。不要去想。想象答复，那是第六意识，那是妄心，不是真心。那个答复有问题，不圆满，纵然答复得很好，也是有局限的，不是圆满的。如果从自信里流出来的答复是圆满的，譬如孔子教学，学生来问孝，几个学生来问，孔子答复不一样，这叫圆满。如果每一个人来问他都是一个答复的时候，这不圆满。为什么？有人听得懂，有人没听懂。所以说法才是圆因，圆满的因，让一切众生个个都能听懂。用真心妙啊，用妄心不行啊。用妄心是生烦恼啊，用真心生智慧，真心就是清净平等觉。咱们每天修行，这个东西要进步啊。如果还是染污，还是分别，还是迷惑颠倒，咱们功夫没进步。看在哪里看，就是这一句，这五个字，时时刻刻拿来像一面镜子一样拿来照照自己。我的清净平等觉有没有进步？有进步，好啊！那什么，万缘真放得下了。真自在啊，这个不能不知道。那么大行菩萨大愿大行，能度诸法的广远众生无边誓愿度，那这个就是无极度无极，没有止境。下面止息，止是停止，住止于地离不动。什么是地理？传戒法师交给海贤老和尚的，就是住之于地理。他叫做什么？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住持于阿弥陀佛不动啊，92年。我这个说法就很具体，大家听进去了。净宗的地理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不念经行不行？行。海贤老和尚不念经，我是估计他
25岁，他20岁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3年5年。啊，这个人很老实，很听话，真干。啊，有这种三个条件，3年可以念到一心不乱。念到一心不乱，往生就有把握。啊，为什么？只要念到一心不乱，阿弥陀佛一定会来安慰你，或者说来奖励你，给你通信息，你在梦中见佛，或者在定中见佛，你在打坐的时候，哎，见到佛了，佛会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还有10年、20年、30年，到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你往生。啊，让你生欢喜心啊，你自己知道了。啊，可是有一种人呢，就在这个时候向阿弥陀佛要求，我那个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很慈悲，往往就带他走了。啊，会给他约定3天我来见你，1个星期我来见你。啊，把时间约好了，到时候佛就来了。啊，往生的，这样往生的人很多很多。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记载的，啊，念佛3年就往生了，决定不是他寿命只有3年，不可能那么巧啊！那都是什么？自己不想在这个世界住了，这些很苦啊！极乐世界，你看经上讲的多好啊，谁不想早一点去啊？啊，除非像海鲜和尚。海鲜和尚想去，阿弥陀佛叫他多住几年，做个好样子给人看看，叫他表法，他是受命常住的，我相信他的寿命不可能100多岁、啊、那个寿命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啊，他的寿命应该说起来也就是70老80。啊，你看他师兄弟，啊，他师弟82岁走的，他妈妈86岁走的，啊，应该他也是这样子，70-80岁，啊，112岁，阿弥陀佛加持的，啊，加持为什么？加持是为我们。我们要感老和尚的恩，更要感阿弥陀佛的恩。我们学佛碰到困难了，还觉得冤枉了，啊，许许多的人误解了。头一个误解，汇集本有问题，不是真经啊，不能流通，不能学习，让许许多多人听到之后退下了。啊，对汇集本怀疑，对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怀疑啊，他这样来给我们表法啊，当然一定是阿弥陀佛告诉他的，你慢慢等，什么时候遇到这么一本书，阿弥陀佛就接你往生。
啊，这本书的时候，他来做证明啊，证明什么？夏莲老汇集本是真经，每一次每一个句都是阿弥陀佛，都是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没有改动一个字，你找不出他的漏洞。啊，他每个字每个句都是五种原译本里头的原文原字，真经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正知真经，为什么？他用的是83种经论，经是佛说的，论是菩萨们说的，哪有会错的？还有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他是集注啊，绝不是念老自己的意思，集注，正知正见，没有问题啊。那第三个为我们证明，我们依照这个经，依照这个注解来学习来修行，没有错啊，是为这个来的啊。那么这一本《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这本书里头的内容，为我们辨别啊，说明经是真经，注是真注，依照这个修行决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决定成佛，所以大家都知道啊，谁会把书送给老和尚？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老和尚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啊，出家一辈子活到112岁，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次经，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不间断的。啊，除了睡觉之外，一切时一切处，他就是工作也不耽误念佛，心里头念佛，心里真有福，这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要想成功啊，他就是一个好，教给我们好方法。他是身教，他不是言教。啊，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他一生是种田的，农夫，种田不妨碍念佛。啊，身体在田里面劳作，心里头就佛号不断，这就成功了。啊，没想到13年1月，有几个同修真的带了这本书上山，这也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啊，这些人的时候都是老和尚的弟子，常常上山，每个月都要去看老和尚啊，很熟的人，他们把这个书带上山，老和尚一看带了书，就问他这什么书，他们就是这个书叫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他听了之后非常欢喜，为什么呢？佛来接应他了，马上穿袍大衣，拿着这本书要求大家给他照相啊！你看这张照片照了，老和尚一生没有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相过，就这次
他主动要求的。照完之后第三天走了。所以我想呢，阿弥陀佛给他约定的时候，什么时候看到这本书，佛就来接引你。欢喜啊，总归等到阿弥陀佛这一句话了，要接引他往生了。啊，往生这一天，他还是在农田里工作一天，啊，在菜园种菜、整地。啊，浇水拔草啊，搞到天黑才收工，晚上走了。多潇洒了，多自在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要找榜样，到哪里去找最好的榜样？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到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什么都知道，他自己说的。我们在光碟上听到他老人讲的，我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肯说。明哲保身，哦，到他一走之后，真的是天下闻名。佛门弟子、修净土同学，人人都知道啊。啊，是我们现前最好的榜样。啊，用他这个方法修行，没有一个不往生，没有一个不成佛。那么止观，啊，这个住止、息，啊，修休息、止息、止观第三卷书，歇意者为主。卧觉观，妄想妄念思想即然休息。这个习说什么？不善的念头，不善的思想，不善的觉观，统统放下，叫你休息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就是习，习诸妄念，就所观呢而得名，故止习就是止观。又止观三第三卷里头也有一个说法，发心即然明智，即而常照明观。这两句话很重要，这是自信之观，这个不是修来的，本来就是啊。诸佛如来就住在这个境界里头啊，换句话说，如来所证得的境界啊，发性
慧能大师讲得最清楚，最明白。啊，这五句话我们要常常把它记住，常常提起来关照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法性自信是一个性，是清净的，从来没有染污。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不生不灭，啊，没有生灭的现象，永远常住。啊，第三个，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圆满的法界，啊，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他现的。他不现的时候，不能说他无；他现的时候，不能说他有。啊，通常我们用三样来做比喻：第一个，智慧，本自具足无量智慧。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这就是如来智慧啊，圆满的智慧，究竟的智慧啊。啊，具足这个。啊，那第二个就具足德能，能力。啊，是自性本具的，不是外来。第三个相好，都是无量无边，智慧无量无边，德能无量无边，相好无量无边，平等的呀，佛所有的众生全有啊，啊，就是佛自性开发了，明心见性，觉悟。那众生呢，迷惑颠倒，完全迷失了本性，迷失了真心，起心动念是妄想，是阿赖耶在做主啊。阿赖耶是妄想，不是真心。啊，真心如如不动，所以既然明知，啊，常照明观，啊，即是提，照是用，有提有用，这讲的真心，讲的自信，啊，又无明即明，不复流动啊。国明之朗然大尽，呼之为观啊，无明。如果我们止了，明就恢复了；我们不肯止，明不能恢复，叫无明啊。为什么呢？无明是动的，你看或者讲流动啊，自信是不动的。能大师第四句说得很好，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本不动摇啊，不动就是止啊，不摇就是息啊，啊，所以只要止住，无明就不见了，明就出来了。无明是烦恼习气呀，明是智慧呀，智慧就现前了。所以心不能动啊，啊，凡夫的心是一个妄念接着一个妄念，他不知
啊，直就明了，就不流动了，智慧就现前。啊，所以这是智的意思。老然大净，呼之为观。啊，执著就寂静。啊，寂静就起照的作用，就起明的作用。啊，所以叫常寂光啊。啊，华严经称之为光明。啊，这个光明无处不照，无时不照，所以称为大光明藏。啊，照就明了，明了就是觉，样样觉，没有一样不觉。本来觉不是学来的，佛法没有东西学，完全是除障碍，除掉之后朗然大觉。啊，自信，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通通现前，无所不能。啊，无所不明不觉，这叫观呢。啊，又直观复行曰：中道即法界，法界就是直观，直观不二，尽知明矣。中道就是法界，实在是大乘佛法向上一着，是不起心不动念的，如果我们说中道，你执着中道这个念头，分别中道这个念头，它就不是中道了。不得已受个中道，你要切入境界，就像《起心论》里所说的，要立言说相，言语是假的，不是真的，你不要执着它。你听他的意思，不要执着他的言说。立名字相，中道是名字，法界也是名字，直观也是名字，这个都是佛的方便法，引导你切入，你一住相就完了。像指路牌一样啊，在高速公路指路牌指往哪里去，你以为这个地方就到了，那就错了啊！你要把这个舍掉往前进，那就对了啊！所以所有名相都是指路牌啊！啊，一定要晓得啊！那么说中道，说法界，说直观，统统是一桩事情。这一桩事情等于什么？等于零啊，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没有听到，回归自信，真的叫你觉悟了，
佛法的教学跟世间法不一样啊，完全不相同啊！啊，所以跟佛法跟世间法差别就在此地。啊，世间法着相，那么我们学佛法、学化缘、学法华，啊，学楞严，只要一着相，通通是世间法，那叫人间佛教。不着相呢？不着相是大乘佛教，着相就变成人间佛教。有言说而没有实际啊，你只会讲，你入不了境界。这个不能不懂啊，所以这两句话重要。朗然大觉，呼之为观，啊，寂然明智，常照明观，这都很重要。啊，直观，最后一句话说，见智明义。境是境界，境界是其用，智是明了，它是一种事情，不是两种事情。我们讲一体，这个观念很重要。现在地球上乱了，如何能恢复安定和谐？就是人人都要把量扩大一体。啊，由于交通的便捷，资讯的发达，地球不是一个村的，地球是一家，众生是一体，啊，都是父母兄弟姐妹，要以这个心态看人。看这个地球，这地球是我的家，我样样都照顾，我不能让这个家庭毁灭。啊，要爱惜资源，要顾到地球整个美好的环境，我们才能在这个地方平安的居住、生活、学习。啊，学习里面最重要的是学习净土。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间住的时间不长，将来到哪里去？到极乐世界去，这就对了。啊，那么极静，前面有诸根极静，这些说过了。无生无灭者，涅槃之真理，本来无生灭。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生灭。啊，本来无生灭是真相，生灭是假象。啊，生灭是假的，我们今天所看六道轮回，六道是假的，设法界也是假的，啊，设法界
也有生命。为什么？它有分别。那六道轮回里的不但有分别，还有执着。所以你看到的现象都是什么样？都是假象，不是真的。什么时候你能看到真相？假象执着了，放下了，真相就现前，自然现前。真相叫实相，真实相。真实相就是自性，那就叫明心见性，假的放下来就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那我们看下面念老引用人王经上来解释。人王经曰：一切法性真实空，不来不去，无生无灭。人王经说的，这是真的。所以《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一句话叫我们干什么？彻底放下。你有一桩放不下，那就是六道轮回生死的根没断，是往生极乐世界的障碍。只要有一条根，就把你拴住了，极乐世界就去不了了。彻底放下，放下不在事上，在心上。为什么？事是生灭的，是假的。没关系，心上，心上不能有啊。往生是心去往生的，不是身的，身不会去往生的。身不要了，最后连身都不要了，身外之物放得干干净净，往生才有指望。真正想往生的人，这个道理不能不懂，这桩事情不能不认真放下。要知道，再小的一桩事情，不放不下就去不了。这不能不知道。人王经这一句说得好，金刚经上讲得更好，特别是最后一句，不可得了。常常想到不可得，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常常想到不可得，得失的念头就打掉了。这个真自在啊！得到很好，失掉了也很好，没有丝毫牵挂。为什么？知道毕竟空，全是假的。现在量子力学家他们的报告为我们证明《金刚经》上这一句话。量子力学家
最近这20多年才发现，宇宙间所有物质现象假的啊，他们的报告，研究报告，根据他们的研究所得的这个结论，这个世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啊，物质是假的。物质是怎么回事情？是从念头产生出来的幻想。所以念头是能生，物质是所生。啊，念头不是真的，物质怎么会是真的？所以什么别想，想也是假的。啊，念头这个问题还没有彻底了解，现代科学家几乎把精神都用在这方面，念头是什么？我相信20-30年答案会出来。啊，念头不是真的，念头从哪来的？业相变现的。啊，业从哪里来的？一念不绝。一念不绝没有原因啊，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大乘经上说了，第六意识功能很大，就是我们的想象，这个能量很大，它对外可以圆宇宙，对内呢可以圆到阿赖耶三细相，就是圆不到自信。换句话说，科学不能帮助你明心见性啊，能够帮助你把阿赖耶的三细相说清楚说明白，他回归不了自性。这跟佛法不一样，佛法能成佛，科学家还是科学家，成不了佛，他还是搞六道轮回。这个道理要懂啊，啊，科学家要能看，看破，要能放下，他也能成佛。84000法门，无量法门，门门都能见性。法法都能帮助你成佛，不是佛经行不行？行啊，也行啊，只要你懂方法，你不放在心上，这假的。啊，佛讲的经本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这个要知道，不能执着，你才可以开悟，开悟。真经，真经是自信流出来的啊！佛家的教学，世间大圣大贤所学，跟佛是通的。啊，他们有没有见性？见性，所以他们的智慧是从自信流出来的，不是知识。跟佛经没两样啊！我们用佛经读，佛经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可悟了。我们去读古兰经行不行？行。读基督教圣经行不行？行。啊，只要你1000遍1000遍去念，都能开悟。方法是一样的嘛。啊，读经不是叫你念那个里的意思吗？什么意思不要管它，它没有意思。啊，就是用这种方法修清净心，把念头念掉，把妄想念掉，把分别执着念掉，人就成佛了。
啊，所以经上讲的这个东西你全知道了。啊，所以人王经上讲的好啊，一切法法性真实空，不来不去，无生无灭。又圆觉经曰，一切众生于无生中妄见生灭，是故说明生死轮回。啊，你看说明生死轮回，有没有生死轮回？没有啊。它是一场梦啊。梦醒之后，梦中东西有没有？没有。轮回就是如此，你醒过来之后轮回没有了，你再找也找不到了，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吧。所以说明轮转生死。又清凉大师说，若闻无声者，便知一切诸法悉皆空寂，无生无灭。这个修学的心态要有，我们要记住，听到佛经上讲无声，或者讲不生不灭，你马上就能够体会到一切诸法悉皆皆悉空寂，无生无灭。宇宙之间一切诸法一个道理，一个通了，全通了啊，没有障碍啊。没有生命，啊，有没有轮回？你有念就有，无念就没有了。为什么？念头生的嘛。佛说过，一切法从心想生，相由心生。你心里没有，什么都没有；一动念头，什么都有。啊，所以跟科学家讲的一样，物质现象是从念头波动现象里产生出来的。念头是能生，物质现象所生。佛在三千年前说的，现代科学家最近二十年才发现。这些科学家对于大乘经教佩服得五体投地，科学家费了四百年的时间，一个接着一个接着一个才发现呢。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已经讲得比他更清楚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这些经典科学家会看作高等科学啊，不但是高等哲学，高等科学，人要能接受到，都搞清楚搞明白了，通通放下了，你说你多自在啊，你多幸福啊，就法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心了啊，人与人相处，人与天地万物相处，快乐无比啊。啊，为什么不执着了吗？没烦恼了，不分别了，不动念了，这叫佛法，这叫大自在。这叫波罗蜜。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